大家好，我是农村小静。天天吃米饭，今天我做个米饭，烫上个杏鲍菇炒肉。天天米饭吃的，今天我做上些米饭吃。首先我把淘掉米肉的米放入电饭锅中。我放了这把锅巴蒸的，玉米蒸的好吃极好，有山水还有玉米的香味。一碗米两碗水，倒上这点油。准备了大肉、葱姜蒜、杏鲍菇、红辣椒，和韭菜。切好吧。淀粉、蚝油、五到点生抽。切好葱姜蒜，将蒜切碎。好，切碎。切好了肉片状，将切好的杏鲍菇懒的盘中，再将青红椒改刀切成长条，这切的跟杏鲍菇大小差不多，放入碗中。再将韭菜切成长短，生嫂子也就是娘舅。菜叶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开始炒菜。不怕事，你烧的特别好，炒起来就比较入味些。锅中倒油。小眼睛看得够，好烧油。炒出香子味，放入杏鲍菇、辣椒，放点酱油调色，放自行调味，放入切好的韭菜段，翻炒出锅。好很牛奶了，我挖了再挖牛奶。是个晴朗的好天气。哎，制作的。